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ny。 相信大家都有遇到忘记带锁匙跟忘记锁门的问题等等，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指纹密码锁，解决你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。噔噔噔噔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新的指纹密码锁，它有三种的开门方式，第一种呢是指纹，第二种是用卡，第三种是密码。现在我马上为你们示范。轻轻松松用指纹就可以把门打开了。如果说呢我要关上门的话呢，也很简单，这样子就把门锁给锁上了。那第二种的方式呢就是用密码开门。这个门就已经可以打开了。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如果在门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。那我现在如果人在屋子内，我只需简单的拉上这个门呢就已经上锁了。那如果我要出外的话呢，我只需要往下拉，我就会开门了。那至于晚上的时候，如果要双重的保护，我除了可以上锁之外呢，还有一个Emergency Lock， 这个双重保护呢，即使在外有指纹也不能打开这个门的，所以是绝对安全绝对放心。指纹密码锁真的太方便了，你会忘记带锁匙，不过不会忘记带手指出门。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这个产品怎么样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，请在下面留言或者联络我们，我们会马上联络你。拜拜。